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第三次工单会务必先会议是今仔日开始，包括两岸的定期航班、共同打击犯罪，也有司法合作、金融合作，也有陆主来台即是行基地。上届受到大家瞩目的是公布两岸的新航路，增加新航点。今日报确定协议内容了后，伫月底中国举办的工单会会正式签字。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亲身伫会议大门迎接海协会代表，第三届工单会有未成协商会议，伫双方的握手当中正式展开。谈判桌面顶由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、中国海协会副会长戴立忠，原先传出台湾有部会副首长上谈判桌啊，不过因为对方敢若局处长的层级。反倒引起着台湾被矮化的嫌疑，所以想要参加台湾代表只是事务性的官员。虽然有这个意外插曲，不过今仔日会议会定期航班、共同打击犯罪、司法合作、金融合作、陆主来台四项议题确定文本。每一项的协商议题呢，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。首先就定期航班来说的话，增加航班航点，解决目前班次过少的问题。为两岸的人民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。先易后难，先经济后政治，循序渐进的步骤，充分体现以大局为重、以民生为念的善意和诚意，平等协商。在定期航班议题方面，渴望来公布两岸新航路，扩大增加航班航点。为了避免去年单方面来台湾军将包围的事件再度发生，今仔日警方动员上百名的警察来戒护，在会场内外嘛设下严密的警戒，免让这场工单会会前会出现冲突暴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南华地航有可能七月要增加航班的往回，也看好以后四川的旅游市场。最近都有业者想出讲，会安排第一团的四川游客甲媒体来台湾看团团圆圆这两只鸟禽。啊，个航空公司嘛想到要招待台湾的囡仔去四川看鸟禽。第一团为四川来的游客，一看到团团圆圆，就大声喊因的名。121个人专工来台湾看因过了好无，大家拢有够欢喜。啊，团团圆从大陆到台湾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陆又来看到我们家乡的了，两岸非常好。你们今天是特地要来这边看团团圆？我们省亲的啊，是有点长大了，而且长胖了还。旅行社阁找来四川的记者，要回去报道团团圆圆在台湾的状况，希望吸引其他四川的游客嘛来佚佗。另外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嘛招待台湾的囡仔来看团团圆圆，刷落来阁要招待其他的囡仔去四川佚佗。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，也是一个风光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我相信四川的市场将来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。看好未来的航班机增班四川的旅游市场，业者拢在出招。这个时阵，团团圆圆嘛变作吸引游客的重要角色。记者林进路、张良雄台北报道。由官方立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，今仔日伫桃园甲台南来上场。一透早，桃园的小巨蛋都足济民众来找头路。啊，总统马英九甲行政院长刘兆玄拢亲身到场。马总统阁信心讲话，强调讲台湾的景气已经慢慢的转好啊。啊，不过现场嘛有劳工团体是当面甲呛声，讲政府即马是咧救失业的数字，唔是咧救失业的劳工。由行政院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，18号踮咧桃园、台南两个所在举办。总统马英九到桃园这场北区的就业博览会，随拄着呛声。劳工团体认为政府的作为只是踮咧救失业的数字，不是救失业的劳工，嘛要邀请马总统五一劳动节到顶参加反失业大游行。我们邀请他们两位到台北的街头。听听台湾的工人的声音，台湾目前失业率如此的高涨，可是政府拿不出任何对策。面对呛声，马总统无受到影响，马强调要找头路，政府会斗三工，马信心来化为台湾的经济也是真有希望。从3月份的各项指标来看，比2月份是有进步，但是还是不好。但是我们有信心，4月份应该会又比3月份要更好一点，一步一步的。往前迈进。
马总统也表示，这四场的就业博览会是有史以来政府举办的提供上多就业机会。行政院长刘兆玄也说，政府会把抢救失业当作上重要的事情，呼吁要找头路的人千万不能放弃。记者柯云珠、林国宏同报道。